我就知道你也睡不着。看这脸色，还不如我今早。怎么来这么早啊？你上班还有一段时间呢，你可以补上一小觉。你以为我睡得着啊？想想就生气。我们还停留在机械化的作战观念上，对手已经用信息干扰把我们锁定了。科技含量那么高的蓝鲨，在我们手上竟成了呆鸟笨鸡，让人家套，让人家瞄。 真是白瞎那么好的飞机呢！康司令员不是给咱出题目了吗？这份卷子的针对性太强了，咱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确实要一手抓捕去，一手抓科研，把107师的战斗力全面提升起来。哦，对了，你等等。 王丽啊，昨天就背下来了。王丽，祝贺你！王丽，来，举杯啊！ 本来昨天是你应该纪念的日子，只好今天不生。纪念什么？忙昏头了吧你？你飞行满20周年纪念日。我飞行已经满20周年了。广利啊，我在飞行部队待了20多年，我知道，飞行员对飞行时间比对自己的生日还在意。 后来我在你的一篇文章里，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原因。怎么，忘了？你在芸中随想里说，结婚不满10年，不算对妻子真正了解。一种型号的飞机飞不够100小时，不算真正摸透。可以这么说，800小时以前飞的是技术，800小时到1500小时。 飞的是技术和心理，1500小时之后，飞的是心理。那么现在呢？你应该是飞境界了，伙计，端起杯来吧。老纪，谢谢。 军人的使命让你我相识了。今天，我就以战友加兄长的身份，祝愿你飞行生活一帆风顺，从今天开始，为中国空军的强大开始你更加崭新的飞行。
恼了一天了，刚刚睡着。母亲走得急，孩子突然离开他妈，心里没着没落的。再加上人生地不熟，他心里挺不舒服。是母亲走的时候留下的，他一直抱着搂着他哭着才睡着的。你别难啊，妈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，今天晚上我来陪他。难受了。关于组建战法研究分队的设想，怎么样？哇塞，团长，你抓得够紧的呀，都已经开始制定远景规划了。啊，不行就要结束了，不抓紧，不行啊。嗯，哎，团长，你这一抓紧，那33团不更蔫了？非得把那魏团长气得背过去。哎，背后不要说风凉。这怎么是说人风凉话啊？本来就是嘛。你想啊，咱们团的夜航都快结束了，可是那33团呢，连白天的科目还没完成呢。那就更不能乱说。哎，
先给你透个信儿啊，市里召开科技动员大会，这对我倒是个启发。我准备在团里边组织一个战法研究分队，名单我都给你列进去了。今晚的夜航是补训的最后一个飞行日，你得给我弄漂亮点。明白。哎，团长，等你这个战法研究分队成立之后，你能不能跟上级申请申请，也让咱飞飞干啥呀？你也这么想？是啊，这战法研究研究的是啥呀？是以劣胜优。当然了，这个不了解新装备，不感受新装备，不飞飞来杀，那研究个啥呀？哼，想的挺美啊，飞飞来杀，谁批准？啊？别说肖师长，连梁副军长都没这个权利。那批不批准是上级的事儿，申不申请可是你团长的事儿。你小子僵我。好，等有机会，我亲自向康司令员请求。就是嘛，他哪怕只让团长你一个人飞呢，那也是咱321团脸上放光的事儿啊。哼，你先少给我扯那李格龙，今晚上夜航，你必须要给我飞好。是。喂，团长，送你四个字：沉着冷静啊。谢谢何团长，还你四个字：戒骄戒躁。得嘞。哎，对了，今晚上别忘了看我们321团飞夜航。今天飞的又不太顺。这么说，323团的补训进度要拖全师的后腿了。看来是这样。关键是这个团的整体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啊，有的人甚至差别还特别大。就说这个刘金银吧，一个飞行大队长，居然连仪表飞行都不过关。当然也有不错的，像莫锦章、高转转。可是让这些人天天跟着补课，飞那些 A、B、C 基础科目，既消耗航油又浪费人才。那艳阳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带飞考核过他几次，应该说总体情况不错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没有想清楚。艳阳在空中瞬间出现过几次黑视，都是在最后几个起落，所以我怀疑他精力和体力是不是存在着问题。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，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。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他的飞行技术还可以过关，那就暂时不要安排他飞行，让他休息一段时间。这样做也便于我们对他进一步的查找原因，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从安全的角度来讲，也应该这样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这个工作由我来做。不过广利啊，你刚才说的整体技术水平参差不齐，
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啊。这也是制约提高我们训练水平的关键啊。训练一刀切，科目齐不走，结果是胖子吃不饱，瘦子胀肚皮，既浪费了财力物力，又影响了战斗力。哎，广林，有没有解决的办法？贺鹏打算在他们团组织一个战法研究分队，搞一些训练结构的调整，这对我倒是一个启发。如果我们根据323团的实际情况，打破现有的训练体制，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水平，分成甲、乙、丙三个大队，根据每个大队不同的情况，制定不同的科目，也许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飞行训练水平，发挥拦杀的最大潜能。想法确实很大胆，但是广利啊，你现在谈的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结构调整了，而是训练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。改革一旦涉及到体制问题，就会触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，阻力恐怕不会小啊。喂，我是小广利。喂，喂。前往成都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6401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出示登机牌，由2号。老季啊，我想过，也许我的这些想法会遭到某些人，甚至某些决策人物的反对，也许还没上常委会就会被否决了。但是咱们现在不谈阻力问题，我们就论证一下，这样改革重组有没有必要。是啊，政委，正好你们都在。老文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俩正在商量训练体制改革的事儿，你也听一听。先别提改革了，贺鹏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他的摩托车和卡车撞在了一起。你说你啊，你还像个团长吗你啊？骑着摩托车去玩拳玩潇洒，你现在去玩拳呢？去玩潇洒呀？怎么不出来你啊？这次补训，321团飞得不错，我还没来得及表扬你呢，就把你烧成这个样子了。你说话，哎，你说话，请你出去。什么事？请你离开这里。怎么了？哪有你这样当领导的？人都伤成这样，还骂？对不起，医生，请原谅。老季，贺鹏现在需要休息。向文副政委的车超过去。怎么回事？老文，参谋长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。贺鹏怎么样？我刚从医院回来，没什么危险。撤走吧，你们先走吧。老文啊，咱们107师真邪门了，
这军内共同调令学习班还没结束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让我在会上丢了大脸了。是呀，应该好好整顿一下了。这话就不用你我说了，军里责令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纪律整顿。是呀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？科研补训，补训科研，其他工作都不做了，结果呢，闹成这个样子。梁副军长交代，一定要借这次整顿，恢复咱们107师的本来面貌。老沙，还谈什么本来面貌？两个一把手正在商量改革的事儿，说要改变107师的面貌呢。改什么革？要把323团分成什么甲乙丙大队？我已经明确表示了我的担心，希望你也能慎重考虑。我都说了那么半天了，你怎么就一声不吭呢？啊！把我叫到你家来喝酒，嗯，不就是想教育我吗？嗨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说吧，大哥，有什么话都说出来，我听着。又叫大哥，锦平啊，这是部队。你身上那些地方习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？啊，文副政委说的对，博士啊硕士啊，到了部队首先是战士。咱别的不说，就说这次整顿会，别人都检讨自己，你怎么就一言不发呢？啊，我没得可说呀，咱到望海里一次饭，你都检讨不下10次了，别指望我会像你一样。锦平啊，错误就是错误，别自己的伤疤结巴的。你说你的学历是咱们机务大队最高的吧，所以大家对你的期望值也就最高。常言说得好，哎，这出头的船子它可容易烂啊，越是这样你越得多检点自己。整顿会上同志们对你提出批评，说你清高散漫，作风稀了，晚上睡觉不按时熄灯，早上出操你又总是迟到，这点儿我可没冤枉你吧？啊，我是没按时熄灯睡觉，可我高兴点当遨游吗？一飞行咱们顶着星星连轴转，不飞行又搞机械日，我如果按时熄灯睡觉，那些技术书籍我什么时候看，科研项目什么时候搞，一个实时信息监控系统拖拖拉拉快1个月了，不就是因为没时间吗？科研会上还让报项目，报了有什么用？ CR 干扰系统从梁副军长当师长的时候我就报了，可结果呢？石沉大海啊。坐下。现在的新任师长和政委又来找我谈这件事儿，我干不干还得两说着呢。我甜甜，你抓紧写啊！爸爸跟叔叔声音小点啊！你看这孩子，哎，咱不理他，咱喝咱的啊！来，喝呀！大哥，嗯，张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说什么？咱们中队大理要结婚，你把房子让给他住，自己搬到这个地方。我吕锦平打心眼里敬重你。说这干什么？可你净想着别人，谁又想着你呢？我再坚持坚持。哎，市里不是说了吗？要给咱们盖新的地勤家属楼啊。那是打算。都打算一年了，到现在不还是连个影都没有吗？看看你这老爷房子，嗯，
一旦雨季到了，能顶得住吗？还行。还行？咱市领导知道吗？又有哪个领导关心过？哎，你看看这些奖状，十几年了，你张大所排除和发现的重大隐患不下几十次了吧？哪一次的隐患后果不严重？哪一次排除不是避免了机毁人亡的惨剧？咱扳着手指头算一算，你张大所挽救了多少个飞行员的性命，挽救了多少架飞机？就这么一张张奖状，就算找齐了。小吕，酒没喝多少，怎么净说醉话呀？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在叫屈啊。到望海这么长时间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什么地勤人员是飞行员的命官，飞行的天梯，飞行室里的电机人。小吕，那全是嘴皮子唱大戏，那说得好听，一落到实处，他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早知道这样，我真不应该请你来喝这顿酒。哎，有件事儿啊，我本来不想跟你明说。今天下午开执委会了，文副政委参加了。在会上啊，他说准备找你谈话。谈就谈，反正我已经成了整顿的重点人物了。他不找我呀，我还想找他呢。小吕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让你当时谈话的时候不要乱说话、乱放炮去。大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这事跟你没关系，别说是文副政委，就是司令员找我，该说的我还是要说。进来。政委，纪律整顿的总结写出来了，请您审阅。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文副政委看过吗？看过了，文副政委说请您过目。好吧。是。哎，玉松，那个台湾老板有没有消息啊？我三天两头去他们公司，可他们公司人老说他们老板回台湾了，没回来。你给我记住，只要那个台湾老板一有消息，你要及时掌握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喂，哪位？是纪政委吗？是我。哪位？什么哪位哪位的？这位。搞得不得了了，夏林，你给我捣什么乱呢呀？我这正烦着呢。正好，心理医生送上门了。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在望海的火车站呢。那你昨天电话里不说，跟我玩突然袭击是不是？嗨，一个老军人了，搞突然袭击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是不是啊，政委同志？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不欢迎啊？哎，很快就三八节了，你不庆祝一下妇女同志的节日啊？嗯，好好好好好，伟大的妇女同志，先委屈你在街上先转转啊，自己买一件漂亮衣裳先自我庆祝一下，等我忙完这事儿我亲自去接驾，好不好？真的。什么声音？这个笨驴，我你呢？感觉到了，挂了。好，再见。老弟，老谢，哎，正要找你呢。嗯，什么事儿？
嚯，飞行计划。整顿结束了，323团的补训得抓紧时间上了。我看你呀，是早就急得不行了。也不完全是。整顿是必要的，但是我坚持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补训，影响补训，否则，一切工作以军事训练为中心，就成了一句空话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担心你为整顿中的一些说法发火呢。两码事，一码是一码。不过最近搞补训，我对地面行管工作有些忽略。我打算在常委会上做个检讨。国立，计划8号开飞，不能再拖了。好吧，再征求一下其他常委的意见。老季，你再看看这个材料。嚯，这么快啊！323团训练体制改革计划草案。时间不等人啊，补训一结束，改革的事情就应该提到日程上了。光丽啊，可我听说梁副军令已经知道了，你要在323团分甲乙丙三个大队了。补训的事儿还没有平息，又冒出个训练改革，咱们也抓得太紧，让梁副军长操心了。哼，好吧。这两份材料，我先拿回去看一看。哎呦，对了，要不是有人提醒啊，我还真差点忘了，咱们开飞的那天，正好是38节。38节？是吗？你看，你这上面不是写着吗？3月8号开飞。哎呦，我怎么没这个概念？老季，嗯，你说什么意思？能不能把当天的飞行计划压缩一下，给飞行员放半天假，陪老婆去逛一逛？一年到头的，那些女同志不容易啊。行，这事儿你政委说了算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3月8号下午放假半天。吃饭吧，妈。嗯，妈，我都闻到饭菜的香味儿。那也没你们的空勤灶的饭菜香啊。哪儿的饭都不如妈做的香。婉婉，给你爸放筷子和碗。妈，我自己来。你这孩子怎么总不懂事啊？总跟你爸别扭，来望海这么久了，还没听你叫过一声爸爸。你说你，吃饭吧。你看这个，包子。耗子杆是是，空心菜，你们耗子杆。哦，季政委，你也来买东西啊？啊，师傅，陪副女同志来逛逛。这副女同志是谁呀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介绍介绍。哎，好啊，这是我的第一夫人，夏林女士。哎哎，把你的第二夫人也给大伙介绍介绍。金丁儿，哎，季政委啊，哎，听说领导破例38节让长翅膀的也放半天假，陪我们妇女同志逛逛街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。
庆祝妇女同志的伟大节日嘛。好，金政委，听说呀，每位空勤家属都有300块钱的服装费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钱数不多，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下对你的心意。哎，但是啊，咱们不发现金，凭女士服装发票报销，也就是说，要专款专用。最万岁！哎，大人，可不能这么喊。是，那行，那你们去逛逛去吧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多买点好吃的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啊，看来你还挺让女人喜欢的。当然，让女人喜欢的感觉挺不错的。好啊，去。哎，夏林啊。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做一个飞行员的家属有多难。其他咱且不说，别人的丈夫上班拎的是公文包，他们的丈夫上班拎的是脑袋。丈夫驾着飞机上天了，他们的心也被拎到了天上。夏林，给这样的女人鞠躬，我季浩松能把腰弯成90度。哎，什么时候也给我鞠这么一个躬？可以啊，等我当了飞行员的时候。鬼，没白说，讨厌。怎么是白说呢？走，现在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去给一个飞行员的母亲鞠躬去。请107室肖市长。喂，哦，梁副军长，广林，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今天我准备回望海搬家，对，搬到军里来。你呢，晚上到我那儿吃个便饭。也算是挪灶搬锅吧，哎，主要是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政委，马登喜啊，哎，到。你这扛个梯子，忙什么去了？听说市长家断电，我刚刚给他修好。你一个人亲自去的？领导干部要带头吗？很好，嫂子。哎，你一听说就把事儿办妥了，值得夸奖啊！谢谢政委夸奖，该夸奖的就得夸奖。马股长啊，营房股的工作琐碎，大事小事就得应该有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。政委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都是我的职责。再说了，如果在小事上让领导不放心，那我不就是失职吗？嫂子，政委，我每天啊就像个巡医一样，到处转，到处看，不管是有事没事，我都得问问，这叫防患于漠然嘛。有这种责任心就好啊。不过马成喜啊，我得帮你纠正一个错别字，不是防患于漠然，是防患于未然。是政委，防患于漠然。嗯，防患于未然。去吧，好，忙就去吧。哎，好，政委，嫂子，在。哎，嗯，朕心里一定有毛病。在你的眼里啊，个个都是病人。真的。哟，伯母，您好啊，我是季浩松。哦，季政委啊！哎呀，常听广利说起你。那广利不在家。哎呀，昨天晚上他没回来。来，进里边坐。哎，好的，伯母，哎呀，您真是太有风度了，我站在面前我都感觉到不好意思了。瞧你说的，就是嘛。来，快坐吧。我年轻的时候一定迷倒了很多人吧。坐啊。哎呀，你看也没什么。哎呦，忘介绍了，你看，啊，这是我爱人夏林，哦，空军疗养院的医生。不过弯弯有病，你可不要找他。为什么？他是日本大夫，折腾孩子。
伯母，这位是日本大夫的老公，叫嘴上功夫太郎。瞧你们俩口子真快活。奶奶，我要玩游戏机。哎呦，店刚刚修好，就知道玩，叫伯伯阿姨。横眉冷对嘛啊！弯弯，是不是看这个伯伯不顺眼呢？得，看你更不顺眼。哎呀，这孩子就是不肯叫人，来望海都这么久了，还没听他叫过一声爸爸呢。好了，去玩吧啊！这孩子离开他妈呀，性格变得有点孤僻。伯母啊，听广丽说，弯弯的妈妈出国了。是啊，孩子突然离开他妈，像丢了魂似的。出国的时间很长吗？一年呢。谁也顾不上这个家，就是不出国呀，这家也不像个家。在广丽调来之前也是这样，广丽整天忙着飞行，母亲整天忙着采访。哦，母亲是记者。是啊，新华社的。听母亲说呀，前些日子还到你们这儿来采访过呢。哎，来尝尝苏州年糕。哦，这伯母从苏州带来的，是我亲手做的。这看看胃口怎么样？好，好，谢谢。伯母啊，哎，机场天天飞行，起飞落地，那个声音比打雷还响，你还适应吗？我呀，把它当音乐听。当音乐听，伯母，您真伟大！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哎，政委同志，快给伯母鞠躬啊！哎，伯母，政委说了，后天是三八节，今儿个呀，他要给您提前鞠躬。哎，大灰狼跑得慢。抓小虫虫了，虫虫！哎，虫虫！哎，虫虫，这只大灰狼是不想生小狼崽了，所以追不上你啊？不对，我爸爸是男的，不会生小狼崽。真的？虫虫太聪明了。啊，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叫虫虫，对吗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叫虫虫啊？因为我是惊蛰那天生的，所以叫虫虫。那你能告诉我，惊蛰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轰隆，春天的雷响了，小虫子从洞里爬出来，变成大龙的日子，这你都不知道，真笨。市长，上午您有空吗？有事儿。改革重组的事儿。看来你有想法。嗯，啊，虫虫，阿姨带你抓蝴蝶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哎，抓蝴蝶喽！虫虫，我们俩再跑吧。来，蝴蝶，蝴蝶飞呀！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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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蝴蝶，蝴蝶飞呀！给你，来，好看吗？蝴蝶啊，看，来来来，虫虫，来，让阿姨看看这蝴蝶。哇，阿姨看，这是很动。哎，虫虫，你看见一只大蜗牛了吗？大蜗牛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看不见呢？虫虫，这只大蜗牛啊，特别特别大，大的呀都能飞上天了。苹果阿姨，大蜗牛怎么会飞啊？因为这只蜗牛啊，特别会吹牛，吹着吹着就飘起来了呗。迟钝，用不着这种多线钩吧？看来先生是个行家嘛。行家谈不到，不过是喜欢罢了。行，
先生在哪儿垂钓？垂钓要的是意境。这乱哄哄的望海，哪有安静之处？我可比你幸运多了。我们机场旁边有一个池塘，很清静。太羡慕你了。只可惜啊，机场是军事重地，我等闲人不能随便进去。看来先生很清楚啊，机场是军事重地。我这个人呢，后脑勺长眼睛。晚上连觉我都睡不安稳，结果怎么样？果然还是出了事。梁将军呢？康司令到了。连觉我都睡不安稳，结果怎么样？果然还是出了事。梁将军呢？康司令到了。哎，爸，啊，我是小鹏，
天了吗？死不了。爸，你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啊？好像有什么事儿啊？呀，你少啰嗦。不对呀，爸，有事你可得告诉我。昨天是你出了事故，到现在人和飞机还没找到呢。哎，爸，听说万博湖多下一块很大的东西，就是昨天听说的，会不会？等，你说清楚在什么地方？万博湖。眼泡。哎，司医生，这两天天气这么好，怎么没听见飞机飞了？哦，这两天地勤做机械日。怎么了？不舒服了是不是？你呀，要让宝宝使劲做你的乳头，这样对宝宝是个运动，奶水还下得快。来，抱抱好啊，咱们该吃奶了是不是啊？来，宝宝，给妈妈喽。好嘞，宝贝儿，来吃饭了啊。哎，宝贝儿吃奶。哎，宝贝儿，哎。宝贝儿，别哭啊！云琪，你别着急，刚刚妈妈呀都这样。来，拿孩子给我，我教你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不是在等爸爸？天太晚了，还是回家吧啊。妈妈，是不是有好多天没看见爸爸了？那也别在这儿等啊。啊，这风多大呀。这是路口，哪边来的人都能看到。万万，快回去吧，天太晚了。你要是不回去啊，奶奶该着急了。这几天奶奶饭都吃得很少，还总用手捂着胸口。那好吧，这样吧，万万，陈果阿姨陪你一块儿回家好不好？妈妈，妈妈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妈妈，我还是没有看到爸爸，您别着急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没看见爸爸就早点回家嘛。你这样不是让奶奶急上加急吗？来，肖伯母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在飞机场。哦，对对对，飞机场。肖伯母，您就放心吧，肖市长啊一直在万博湖组织搜救，听说他也该回来了。康司令员还等着他们汇报情况呢。谁在等他？康司令员。什么司令员？
康良宇，康司令人。康良宇，司令员，怎么了？不过日子了？我听说你们饭也不吃了，觉也不睡了，体能训练也不搞了。看看你们这副样子，一个个灰头土脸的，还像个飞蓝鲨的飞行员吗？飞机摔了，朝夕相处的战友至今下落不明，心里难过那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不吃饭不睡觉能解决问题吗？都回到餐桌上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坐下吃饭，当任务吃。艳阳，到，给我盛一大碗。是。别给老爷子盛太多。是。魏团长，你们团下午怎么安排？继续静坐，痛哭流涕，唉声叹气。报告司令员，下午4点以后进行体能训练。4点之前呢？我让秘书带来了几盘国外飞行表演的录像资料，如果没有别的安排的话，组织大家看一看。是。哦，下午4点我参加你们团的体能训练。是。首长，中午还是休息一下吧。不了，打捞情况怎么样？20分钟前，沙参谋长打来电话，说打捞的进度加快了。高壮战呢？没有任何消息。他的爱人和孩子怎么样？我们派了卫生队最好的医生来照顾他们。嗯，我去看看他们。司令员，您去。是不是动静太大了些？这样会引起宁琪的猜想。什么？摔飞机了？妈，你听谁说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！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说实话呀！司医生，水摔了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！你听谁瞎说的？司医生，你骗了。
你为什么要骗？你不能骗我，你不能骗我呀，司医生！琪琪，即使是妈妈听错了啊。从空军到军部，三级工作组全都来了，事故调查马上就开始。老季，当务之急是人手不够，抓紧时间派点人来。快点，有快点！万博湖啊！哎，团有什么行动吗？快回击了，部队正在万博湖打捞这艘救生员的。于锦平，赵来，是啊，
事。哦，宝宝乖啊，不闹啊，三姨马上就来了啊。哎呦，宝宝乖啊，哎呦，乖宝宝不闹啊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宝宝乖，宝宝乖，哦，不哭啊，妈妈在这儿呢啊。哎呦，宝宝，哎呦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牛奶奶粉都试过了，为什么吐什么，就是不往下咽，怎么办呢？孩子情况很不好，叫我准备输液。输液？这么小，怎么扎呀？林琴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输液了，一点奶水也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孩子要出事了。你去准备吧。你们马上给我回去，高转转无论是死是活，都要给我找到。马股长，马股长，你也太过分了，别人连饭都吃不下，你还喝酒，你也喝得下去？我是喝了，可我为了谁呀？我为了谁呀？这第一场酒，我陪的是镇海建筑设计院的院长和总工程师。我为了啥呀？还不为了咱那个地勤大楼早点动工吗？这第二顿酒，我请的啊，是光明建筑公司的老总。我还不是为了你文副政委的亲戚找上工作吗？我这都牺牲自个儿的胃了，你还在这说我骂我。程喜啊，嗯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。市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醉成这个样子，像什么话呀？是不像话。可这像话，他又办不成事儿。我要是不把那个老总让他喝高兴，你那个亲戚的工作的事儿能当上拍板？你说拍板了？拍了。明天上午9点报到。老马，不过现在不是感谢你的时候，有机会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现在你不能在这坐着。这离首长的小楼只有几步远，让别人看见什么影响啊？
我怕什么？我为了咱们这个地青大楼能早点动工，我把我自个的命我都搭上去了。我也不正规啊，表扬不表扬也就罢了。哎，他刚才还臭骂了我一顿啊！他一个人住了一套，不是两套房子，他跟个没事人似的。这天底下他还有没有公道？这他不准胡说！胡说，是他亲口跟我讲的，他让我马成喜把那个房子给收拾收拾。哎，就是那个梁副军长腾出那个房子，我给他收拾好了。哎，他不住了，反正弄了个老太太住在那儿了，我还不能问啊？不许这样议论政委。议论？我副政委，我手头上有他大把的证据。马成喜，越说越没边儿。我送你回去，好好醒醒酒。嗯，啊，走。记住，不能胡说八道，不准犯自由主义。车，不是，走吧，走吧。这里有面包和水，您吃点东西吧。师长，你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司医生，血管不好找，没扎进去呢。来，给我。扎进去了。好吧。司医生，我女儿和外孙的命可都在你们的手里了。望海有一个老中医，祖上传的秘方偏方不少，也许会有催奶的办法。我这就去找他。司医生，司医生，天太晚了，还是等明天吧。不能再等了，就是找到偏方，催奶也得有个过程。孩子太小，再禁不住饿，早一分钟是一分钟。伯母，明琴，你们放心吧。
大灰狼，我到望海去给宁琪找崔奶奶药方，你如果晚上回来就陪陪虫虫。微波炉里有煲好的汤，你自己热一下吧。那小绵羊，全世界的眼睛还是全国人民的眼睛。不知这两位飞船总师和总指挥什么时候做的准备，人们在镜头前看到的是他们显然经过精心修饰的仪表，也许他们和所有的航天人此时的心理一样，这是自己一生中伟大的一刻。全世界的人们在这一天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杨利伟在太空中飞翔。从这一天起，在浩渺的宇宙间飘动的旗帜中，开始有了中国的五星红旗。那艘承载全民族希望的神奇之舟，划开了中国一个崭新的航天时代。仲有东南亚独有小食，24小时不停供应。战舰编队已经静悄悄地穿越了险滩。马来西亚前来迎接的海军饮水员在惊叹：马六甲来了一流的航海家。
世界在注视着我们。在马来西亚的鲁木军港，我们的军舰一靠上码头，前来参观中国军舰的游客就在舷梯下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蛇阵。542舰和113舰正式开放参观。我们原来和马来西亚军方商定的接待规模是800人，随之当天来了几万人。鲁木基地的大门外车辆排了几公里长。我深切地感到海外的华侨是多么的盼望祖国早日的强大起来。就在我们军舰停泊的码头上，停泊过许多外国来访的舰艇，但是从来没有一艘是中国的。华侨们见到过许多趾高气昂的外国水兵，但是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祖国的水兵。他们盼望了多少年？难怪一位华侨老人深情地说，500年前中国由郑和下西洋访问过马六甲，500年后又见到中国军舰了。是的，500年了，整整500年。500年前，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中国舰队七下西洋，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条航线。这是写满了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一条航线。今天又是一个世纪之交，还是在这片蓝色的海洋，还是在这条古老的航线，中国现代化的战舰，掌握高技术装备的中国军人，用我们的行动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响亮的声音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即将迎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纪元。1999